Hello 各位好，翻到嚟呢个随机版嘅火红啊！上次讲到嚟到呢个吉紧啊，唔系呢一个系咪叫吉紧？个枯叶氏系啦，唔记得咗系啦，枯叶氏突然之间咁呢一个圣安老号度咧就打小茂咁，但系上次又打唔赢，因为太过劲啦，系太过劲嘅。咁我都有升过 level 嘅，咁 level 就其实唔大分别啦。同埋我捉咗只懒人用，因为之前我都记得我捉过一只嘅。即系喺八二随机版度捉嗰只懒人中进化咗成为请假王嘅，咁呢只其实都几劲嘅，因为咧佢特性即系特性佢冇咗啦，然之后咧佢有招自爆嘅，系啦，有招强力嘅自爆啊，由高攻嘅距离用应该系最适合噶啦，好嘅嚟啦，即刻打呢个咁嘅小谋啦，所以就输咗俾呢只嘢啊，呢只佢就系两只电灯怪，好似冇记错嘅话，哇死啦就快。哇！我想屈死我，灯笼鱼我哋就即刻转啦，大针锋，我啲29呢大针锋啦，已经系空气爆炸，跟住用空气爆炸，靓到顽皮蛋照用，呢度就用空气爆炸，空气空，我打唔痛，流星拳啦，都打唔痛，阴功咯，佢就系屈嗰啲神秘力量啦，上次，但唔紧要啊，呢度我就用超级吸收，吸收吸啊！吸佢，好波雷伊啊到，喂雷伊真系有啲难搞，唔紧要，自爆 ，Oh my god， 就系雷伊都好难搞，大波两铺，咁我先，哎靓波，哇，真系反转啊呢一镬，仲谂住我输紧嘅呢度，点知一个结冰将嘅雷伊冰冻。听讲呢个船只有一字斩，不过系咧系云船浪嘅老嘢嚟嘅，不过呢一字斩本身好好用。哇！真系好彩到咧 ，OK， 俾我一字斩我啦，跟住我就可以落船啦。呢度好似都有嘢打，或者系咯有嘢打喺度，但应该唔会输嘅呢啲系啦。我40咧嘅狩猎红蝶，我顶大字招。哇！喂，唔好啊！哇，唔好啊！好在佢冇打我啊！如果打得到我就会死噶啦，唔得我哋落船啦。虽然死也冇乜所谓嘅，其实嗰个惩罚又唔会话太大嘅，除非我自己整咗个特定嘅条件，就系话死咗嘅精灵就当佢真正死亡，就唔可以再翻山之类啦。如果唔系就冇乜所谓嘅。依家我哋就俾佢学一字斩啦，不能全斩，俾个懒人中先啦。喂，系咁揿错就系俾懒人中得。跟住我哋就入去打雷嘅道馆啦，但系唔知道哇呢、這个谂起呢个咁嘅枯叶镇嗰个道馆咧，那个垃圾桶嗰个机关真系麻烦弄口，哇火系啊嘛，啊咪水系先啊，唔好意思啊，水系系啊水系，第三弯系水系，其实 O K 嘅，但水系嚟讲对我都，哇想赢我水衣背，哇好硬正，其实呢个时候出水衣背嗰啲都几劲嘅水衣背。即系雷伊杯、水伊杯好嘅，哇顶啦！你嘅巴哈蝶埋尾，哇表面涂疹反弹喎、啊，用反弹呢招其实都几好用，尤其是用血盾用，好似头先嗰只海狮用系最好嘅，但系本身嘅海狮就冇呢啲技啦，系啦，好开咗第一个，好又重置咗，唔紧要，我哋慢慢嚟，都唔明白点解要整咁难，好第一个锁开咗。Oh my god！ 又重置咗，因为佢嗰个条件就系话咧，开关嗰个第一个锁，然之后左右附近啦，系啊，所以其实我都唔知道究竟系左右啊定系上下嘅，都系睇机率啦，睇机率，唔系话，诶喺边啊？呢度喺边啊？呢度咁我哋试下下面啦。Oh my god！ 又唔得啦。边度啊？系冇嘅，你开咗啦。今次左右顶啊！咁下次右手边呢度中啦，终于好。其实可能系右手边，我一路记错。我嚟啦，你真系发咩呆啊？打起仗嚟啊！你嫌咩长啊？睇你个可怜嘅力量，话俾你听，电系精灵拯救咗，佢将我敌人电到麻痹，我都要将你电成咁。但系剑派。海狮轻松啊！哇，逐流咁，哇又系多超只手27呢个，哇
轻松。电击波俾咗招，但我已经有电击波啦，我只手裂风碟。好，呢几多呢啊？32咧，其实我哋可以换一换重，升下其他重。如果唔系咧，就会唔平衡。同埋呢个 game 咧，即系呢一个火红版咧，哇，死仔爆炸皮啫！呢只嘅火红版咧，攞學習装置就好困难嘅，因为要储图鉴嘅，咁我就费事储啦。咁所以就随缘啦，升 level 嗰啲系啊，随缘啦。水之波动，爆破物洞中进行的攻击，唔要炸屁咯咁。炸屁其实好少，好少可会用到，除非好多好多爆击嘅技能咧。如果唔系都唔会用。哇！呢只嘢，佢咁都打赢，尼多王暴风雪，好噃！暴风雪，暴风，喂地震，巴拉碟。急冻拳，急冻拳，哇顶过合作用，吔屎啦！急冻拳真犀利，将佢结咗冰，好似系呢一道嘛学习装置，唔记得系咪呢一个咯？呢一个博士，寻宝机器喎，应该唔系呢度，定系喺嗰个毒道馆嗰度咧？卡比兽，谂下先，而家要去边啊？而家开个地图睇下先，哦。紫苑镇啊，要去，我哋系紫苑镇嚟噶，呢度都唔俾通过，因为未攞茶俾佢饮啊，所以唔可以通过呢度。呢度5号公路啦，我哋嚟到9号公路嚟啦，啊唔记得回血添，唔紧要啊，用住手力奉点应该可以秒晒嘅佢哋。好似都 OK 啊，唔会话太过卡关之类，都唔错啊！依家多脚水母呢都几硬净。好，嚟啦！化飞电击波，8万吨吸收，天然雀，轻松啦！暴荣越死得仲快，有个急冻光线嘅底下，你只暴荣想呢个生存？落雷兽，小奇怪，大自烧，好又嚟啦，再嚟啦，应该可以打到完美，打到去尾嘅，我只狩猎凤蝶，顶啊，哇，咁乜机啊，你比卡超，咁乜嘅，点解佢嗰只比卡超可以神通力，跟住整晕我，连续打两次自己嘅，我只大针锋。一乜解救？好啦，又系啲闪光嘅时候，我好似冇拎闪光，死啦！唔知边度拎。好，而家已经过咗嚟呢个紫苑镇嘅。好，咁我而家就原本我谂住去攞呢个闪光嘅招式机啦，但系唔知点解佢有笔嘅。佢话我收获得7只，我明明多过7只噶啦，但系佢都系唔俾我。咁所以我就开咗地图咯。开咗个地图过咗啦，好，咁依家好似系上塔顶啊，冇记错，定唔知去左手面嗰个彩虹市，咁我哋去咗呢边先啦，我都唔记得其实，哇，顶啦，哇，旋风腿，哇，好在啲技唔系好劲啫，如果啲技劲啲，我就玩完噶啦。我哋大针锋而家都几高咧，36嘅，基本上一般训练家打赢，但系未必打赢到嗰啲馆主，因为馆主太强啦，实在。好啦，或者我哋上咗紫苑塔先啦，上完紫苑塔之后再决定。好似都系要讲翻我出嚟，诶唔系，打小矛喎，哦38咧啫，哇！都唔系好劲嘅，38，轻松啦。喂，低啦，替身，哇，低啦，黐孖筋咩技嚟噶？佢四招变化技喎，我数俾大家听，我有啲咩变化技？佢有先决啦，即系保护、替身、缩壳，仲有招咩啊？替身，唔系等先，替身、保护、缩壳，大蛇灯眼。四招低能，如果再屈啲，真系屈到呕。其实佢呢一套咧，如果
可能喺戰術上都有啲用咧，搏呢一個接力棒啊，搏呢個接力棒。信士鳥白海獅，哦，好易打啫。呢啲呢個屬性係易打啲嘅，冰屬性。好，好拉好拉。可唔可以上頂先啦？呢度好似都有嘢打噶，冇記錯。奇蹟信士信子，放光先。好啦，约喺呢度。我同我先，沙漠来啊！哇，咁都俾你见到喎！脱壳忍者冰唔得喎，佢好似系怕火。哇，保护啊，有咁识玩嘅，咁识玩用保护嘅呢度。大食花。空气爆炸！哇，第一大奶菇无限能量，黐孖筋嘅，过热，麻痹佢先，大字消，哇，好在打得入咋，黐线，硬到低能啊，先要开个无限能量，真系癫癫地，哇，鬼啊，空气爆炸，流星拳。暴风雪啊！呢技真系犀利，四招都系攻击技，仲玩完？水之波动，大针风，哇！一六尾系太阳啊，居然系方晴顶啊！哇！四招都打唔入走，猎击波，哎，用错技，佢方晴都几劲嘅。即系类似九尾放情咁啫嘛，咁呢只就变咗六尾，咁九尾就未知系咪真系放情嘅，离开这里，咁而家我哋就入唔到啦，因为我哋要有个透视镜，要有个透视镜睇嗰只鬼咧系咩真身啊，我哋落去啦，诶，呢个都要打，打爆你啊电影虫，唉麻痹，点解啊？系唔知咩身躯啊，定系嗰啲包子嗰啲特性啊，或者系麻痹嗰啲，有啲麻痹，静电啊叫做，唔系麻痹，火就叫火焰身躯，我顶，横冲直撞黐孖筋，火焰身躯静电包子啲特性就会造成咩异常状态我想买个喷雾先，买十支先啦，钱就应该够用嘅，暂时应该唔会话太过卡关嘅，我谂，因为我同电脑都有个优势，即系我有优势个电脑就系因为我知道嗰啲技能点样配置，咁可能电脑嗰啲配置系低能配置，好似头先呢个迷信者咁样，如果迷信者再劲啲咧，佢个配置系屈机嘅。但是他的配置真的屈機不過當然如果迷信者來用的話不如用其他重啦用其他重因為迷信者的能力就比較弱比較偏向特攻型沒有防護的沒有防護的性能所以基本上都不會用他沒什麼可能會用他用其他防重重好又是這隻哎頂啊給走三倍速度 ，Oh shit！Oh shit！ 差啲死，叫手裂缝跌出嚟，哇！自爆都几符合啊，电池会自爆，唔知打唔打野真十咧？诶、欸，应该赢，啊赢啦！顶起巨金怪，号叫令对方物攻下降，真系好嘢！哇大镬啦，应该要走呢度，顶总之唔打啦呢度。哇死啦咁铺，有冇重生药啊？重生药冇，咁就玩完啦。哇，哎呀争啲，一字斩，自爆，玩完啦玩完啦玩完啦，玩完啦。俾一只老鼠滅咗团，诶、欸，有冇机会嘢啊？识咧，十咧大，哇！可能呢只都输，话是话，
草地摸入，哇！喷射火焰，顶呢只又系另一只印度蛋嚟嘅，芝麻筋，波克比啲印度蛋，一招啊印度蛋，搞掂。空气爆炸，空气爆炸，空气，搞掂啦。好，呢度唔俾过都系，咁即系要过通道过去啦。之后我哋就攞茶俾嗰个通道嗰条友饮。其实火龙最麻烦即系个图鉴问题，要储图鉴你先可以攞到一啲道具，咩学习装置嗰类啊先攞到啊。闪光又系啦，我就算捉咗超过十只虫，佢都系唔俾我的。可以俾大家睇下嘅。啊，我骨燕啦，流流铜球啊，呢度点睇都唔止十只啦，系嘛？但就可能因为有啲筆嘅问题啦，系啦，就冇得攞呢个學習装置或者闪光嗰啲，系啦。咁今次嚟咗先，下次再见，拜拜。